查理克，查理克配老鼠怎么样？我看一下，那查理克是玩什么的？哇 ，man 查理克哎，上季白金查理克。哦，这边有黑人，可以哦，这么多软皮，那我老鼠先生来会会他们。对面的组合，我觉得下路应该是挺有的打的，说不定可以直接秒杀掉这个 AD。What doesn't kill you just isn't finished yet。那多兰剑好了，我们打凶一点，打狂暴一点。我的小兵怎么不见了？可恶 ，game 都不见了，少了四十颗。哦不，小兵怪怪的，我们这一队的小兵一直在偷我的钱嘞。Boss the blood， 单杀，哇，这样中路差距应该是有点大的。点蓝打出 TP， 还是被打成鸟蛋之后被杀两次。打野被杀了，哇，开场0-3啊，这么艰辛的局，若是还好选了个大 carry 老鼠，我们就直接出大装吧，无尽之刃加飓风剑那一种，应该是不能用陨落搞单杀了。啊，中路又被宰了，哇、哦，这个黑人好像有点强哦。300了，选了个超级虐菜脚，哦，好痛，那个又被宰了，完蛋，真的没有中路了啦，黑人就这个垃圾装备，怎么一直杀人？夜曲要来了，晕住，漂亮，毒爆下去，转翻。我看对面那个会不会突然耍白痴，被塔里克晕倒？哎，耍白痴！但是潘森也登场了，还好我们有大敲他就对了，来敲他，一直敲。就一直敲，我们就一直，哎嘿，我走了，快溜快溜快溜，溜之大吉。他死了，可怜呐你。死的痛快一点！哇，五个一起上啊！哎，攻速太慢了，打不到几下，只能把他们赶走了。赶走之后，然后我们打单抓吧。前来支援，希望有人头可以领。有啊、哦，好像有啊、哦，很多人头可以领啊、哦。两个我都要，耶嘿！这边组合其实是很软的，那我会站在这样继续打的话。吸血鬼跟冰鸟要无敌了，这人干嘛？找死是不是？哈哈哈！谢啦兄弟，刚好缺这点钱啊。又是你布朗姆，哈哈，又是你。
这波我输出是跟鬼一样的。下去，我直接 quick kill， 我教训他。What the kill？ 哎，又抓到你了，布朗姆！漂亮哦，布朗姆把盾开掉了。打他有点痒痒。黑人 TP， 哦吼，砸到你喽！追死他，追死他，应该是死定了。没想被造了。我觉得我这边进场位置是，哎，有分眼，溜了溜了。跨掉鬼怎么有粉眼？溜了溜了溜了，大撤退！巴龙视野步一步，这样会直接被……哎，有人来送了，抓到你啦！好像不太对劲哎，因为两边都打起来了。全收，哈哈。还想硬杀冰鸟啊？对面那是被打傻了。来推中路，这边应该是潘山飞出来，撤退。Wait, who are you? 小港不谈。Who？ 他们先帮我弄一下布朗姆的话。啊！可恶，哈利克的大慢了。哇，我刚刚那个可以打到两个 AD 的位置挺好的，应该被冰鸟全收了。冰鸟这波跟鬼一样，全收。冲啊！夜曲这样都能 Q 空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对面还是死了？好，来猜下路。我们只是擦肩而过。哦哦哦，荆轲是没大嘞，这荆轲是中北在乱出，哈哈，到底在出什么嘞？哎，还送了，哇，好痛好痛好痛！黑人已经发疯了。什么悄悄思密达？买招欧郎，我是欧郎杀手。死亡如风，他怎么差点把我干掉？如果他跳舞求饶，我可能会饶他一命。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。哎，又死掉了。哎，无敌老鼠 ，It's me。哎呦，这个配合挺好的。还好是选了这个组合啊，其他的角色真的完蛋。support 其实蛮会玩的，就是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都满状态的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赶快按订阅啊！